再加就能参与联合国的项目。通过之后不但有被内推去联合国的机会，还能免费出国旅游，那就是联合国线上志愿者，不需要你花一分钱，只要有手机就能在家办公，工作内容跟你参加的项目有关，但是基本上也就是编写合同、管理和统计数据这种，超级简单。你通过实习就会得到一张含金量超高的联合国官方认证的义工证书，如果表现好还可能被内推进其他项目组，能得到免费出国甚至留在联合国任职的机会。这个线上志愿者申请简直不要太简单，建议你们保存下来，跟着我一起来。第一步进入主页，第二步点击开始，第三步找到机会，根据你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爱好选你喜欢的项目，可以多申请几个没有限制，咱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不是吗？选好之后点击立即申请，跳出来一个登记表，填写完个人信息并且上传简历就完了。通常来说一周内就会收到对方通过与否的信息，完成工作任务之后在网页下载证书就可以了。这不仅是一个锻炼自己能力的好机会，如果有出国留学、考研或者去大公司打拼的打算，这个证书也是简历上非常加分的一项，赶紧去试试，记得回来给我报喜啊。抖音